一街打翻呢個網友問我嘅十虎爪入邊咧，喺個拳鋪入邊咧有四式嘅。咁四式咧就係卧虎擒羊、單虎出洞、猛虎下山、虎憑豺狼。其實呢四式咧就不停交替去運用咧，就變成咗十式嘅啫。其實啲動作好多時嘢唔一樣。咁呢、這個卧虎擒羊啊，虎憑豺狼同埋猛虎下山咧，都係雙虎爪嚟嘅。單虎出洞咧就用單虎爪嘅啫。咁睇住咯，示範一次啦。第一下呢、這個雙虎爪，第一下正面嘅卧虎擒羊，單虎出洞。猛虎下山，猛虎下山是打左虎爪的，单虎出洞，猛虎下山。嗱，呢叫虎鹏豺狼，虎鹏豺狼同一个猛虎下山一样嘅，不过虎鹏豺狼咧就打右手嘅，单虎出洞，虎鹏豺狼，猛虎下山，虎鹏豺狼，有呢十下啦。